Jimmy 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基地。是我们的副二层，然后我们平时是这些就是跑步机或是这些打拳机之类的。这个是你们的学习墙是吗？也不是，只是基地的装饰而已。很少人跟他玩，所以他看到里面会比较激动。就是我们就是 S2 赛季换了帐篷，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挂在这个位置。写我们的签名这样子，这是我们就是平时训练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组队的队员就在这个训练打训练这样。桌子呢就不予介绍了，因为都很乱。说实话，我们都是没有，非常的原汁原味，非常真实，非常真实。对，就是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另就是每天很爱打游戏。另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。对，然后躺在这个沙发上。